我是 Enter，欢迎收看 Enterbox。之前我们有开箱了 iPhone 十五 Pro，在影片中我有提到一个东西叫做 Thread，那或是我之前帮朋友在装吸顶灯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其实吸顶灯是很适合作为 Thread 网关的产品，可惜目前都还没有厂商推出来，我觉得很可惜。那除非是从业人员，否则我刚刚说的 Thread 或者是接下来会提到的 Matter，目前都还是比较冷门，而且资讯有限的东西。 但在我看来，它就是未来会统一智慧家庭的标准的。所以我希望透过这部影片和大家聊聊这样的产品，这个协议对我们未来会有什么影响？它跟过去的产品有什么不同？这个选题我找到的合作厂商是 If，它是一家德国品牌，专攻智慧家具的产品。打开他们在台湾的官网，可以看到有智慧开关、门窗感应器、智慧插座、摄影机等等。那两个月前我选的 If 家的一系列产品。 那这集我们会一边开箱 If 他们家的 HomeKit 产品，也会一边讲讲这个新协议它厉害在哪里。以苹果的使用者来说，只能透过 iOS 装置来控制 HomeKit 的产品。那但是到了近年，macOS 也加入了 Home 的 App，就可以直接从笔电、桌机来控制这些家居产品了。那其中一个优势就在于 Matter，它是原生支援跨平台，所以它不仅仅只支援 Apple 的 HomeKit，它还包括了像 Amazon、Google。 还有 Samsung 的平台协议，它都支援。那只是我现在手上 iPhone 比较多，又刚好有好几台 Mac，所以我就会倾向于先用 Apple 的 HomeKit 来建立这套系统，而且它的跨平台支援是可以同时运行的。虽然我没有实测过，但是我跟 If 官方确认，他说如果我现在 Apple 的平台设定好之后，我就可以将这些硬体也同步到，例如说 Google Home 或是 Samsung 的他们的平台，是可以同步运作的。 那么，随着 Matter 这样的标准出现，其实目前很多厂商都在2023年推出了相关产品。相对以前要跨平台就要安装一堆套件，而且一定会打到 Terminal，但现在原生支援跨平台就真的方便很多。另外，大家比较容易误会的，可能会觉得，这有 Thread 就一定支援 Matter 吗？其实不一定。Matter 是一种沟通的协议，而 Thread 是帮助他们完成这些协议的实现的途径。例如，我们点进 If Weather 里面。 可以看到它显示相容是 HomeKit，然后用 Thread 在传输，而 If Door and Windows 则是用 Matter 和 Thread。除此之外，你可能会想，那即便我现在有 iPhone 12 Pro 了，本身也支援 Thread，那我比较旧的手机、笔电、桌机怎么办？实际上不用担心。那以苹果的生态来说，如果你想要用 HomeKit，那你就需要买一颗 Apple 的网关，例如我现在是用 HomePod Mini，它是最便宜的，大概现在两千多块钱可以买到。 那它就是一个支援 Thread 的网关，所以其他 Apple 的装置，只要它能连上 HomePod Mini，具备 Home 的 App，那都可以控制。当然，目前支援 Thread 的手机还是比较少，只有 iPhone 14 Pro Series 和 Google Pixel 8。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的手机和装置可以支援，因为 Thread 相较于传统的网关，还有许多优势，像它的网路拓扑跟弹性，不会因为一个网关故障断联就全部失效。 而且它的反应速度也比蓝牙、比 WiFi 还要更快，这个对使用者的体验是最有感的。此外，它也更省电。好，那么理论说完了，终于可以和大家分享我的实际应用场景。比较典型的应用，好想到的，像是我们可以将 If、e、Door and Windows 安装在门上，哎，这个名字有点绕口，我还是讲它门窗感应器好了。 总之，这样我一打开门，它就会发送通知到我的手机上。那接下来我就可以进一步再把灯插在 Energy 上，Energy 是 if 的智慧插座，那就可以将那些没有智慧功能的家电连接到 HomeKit 上面。接着在 if 里面设定好，就可以做到一开门就亮灯，一关门就暗灯。那这个反应速度，等一下可以让大家看看有多快。那当然，进一步来说，你还可以去设定，例如说你回到家的时候灯就会很亮。除此之外，你也可以想到更多应用。 例如，想要厕所维持香氛的状态，那就可以把门窗感应器放在厕所的门上面，然后透过把香氛机安装在 Energy 上面。那像我们家，因为有猫会去厕所上厕所，所以我们平常如果没有人上厕所的话，厕所的门是半开的，那它也不会触发到门关起来这个动作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设定门打开的时候香氛机启动，门关起来的时候香氛机就关闭，或是你想要让场景相反过来设定也可以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有 If Motion。 动态感应器的话，还可以做到如门关上，而且有侦测到物体的时候再启动这个功能，这样复数条件的自动化在 If 里面都可以做到。那第三个场景我想分享的就是温度湿度感应器，就是前面提到的 If Weather 可以设定，呃，例如说环境湿度低于某个门槛之后，开启在 Energy 上面的加湿器，就可以让环境维持在比较舒服的湿度。又或者这个冬天很冷，可以设定温度低于二十度的时候打开碳素电暖器。 然后设定更高一些的温度门槛，在多少温度以上，那就关闭这个电暖器，这样这个智慧开关就不会一直反复的去开关电暖器。另外，由于 HomePod Mini 本身它就有温度还有湿度的感应器，这如果你同时有 if Weather 设定在同一个空间，那两个装置的温度跟湿度多少会有点误差，所以它的温度跟湿度就会变成一个区间值。实际控制自动化的时候，你还是可以去个别选择你想要抓的 data 是来自于哪一个装置。 那但我是我会更偏向于将 weather 放在其他空间，避免这样的功能重复。那以上都是比较常见典型大家都想得到的应用场景。那对我来说，我肯定要去做一些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啊、呃，发挥更奇葩的功能。举例来说，我就发现一个应用场景，我觉得超棒的，就是冰箱门可能有时候因为嗯放太满，或者关太大力、太小力而没有关好，然后里面的东西就很容易坏掉。所以我就将这个门窗感应器放在冰箱门上面。 并且设定它可以联动到 flare，那这个 flare 就是 eve 的气氛灯。我可以设定到，当冰箱门没有关好的时候，它就会亮红灯提醒所有人。那当然，大家看到灯如果是红的，就会去关冰箱门了。我自己也会收到通知，如果冰箱门太久没有关，就可以马上去处理。那这边我拿到一套配件来模拟开关门的时候，手机会跳通知，然后灯会亮起提醒，这些都会在短暂的几秒内都完成。 这个速度相比我以往用其他品牌使用 WiFi 或是蓝牙的协议来说 z r e d 它的反应速度会快很多，这点就是它的优势。说它家庭这个 App，它本身就已经是跨苹果的装置了嘛，可以在 iPhone、MacOS 都可以使用。那我想说的是，If 他们自家的 App 功能是更专业、更丰富的，除了可以在手机、平板上面操作，我也可以在笔电、桌机上面，在 MacOS 的情况上来执行。 虽然它的界面还是移动装置那一套，但意味着功能不会比手机少，而且运作起来是很稳定的，在背景执行的时候功耗也不高。有的竞品的 App 是过好几年连这两点都做不到，所以这一点是我会帮 If 加分的地方。那除此之外，到 If 的后台可以看到这个霍尔感应器，也就是这个门窗感应器的呃它的底层逻辑，它打开的时候，甚至连打开的秒数都会记录下来。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，目前它还没有开放将。 开启或是关闭的这个时长，它可以作为一个条件来设定自动化，不然像我前面提到的冰箱的应用场景，其实它可以超过六十秒再通知我，就可以过滤掉那些平常只是正常开关冰箱门的动作，只要去抓出那种没有关好的情况就好了。此外，If App 的功能丰富、数据专业这一点，真的是可以安抚像我们这种 Power User 对应体会有一种控制欲。举例来说。 温度湿度控制器，根据从 App 上面看到的资讯，它应该是每十分钟抓一次环境的数据，所以一天会有一百四十四笔资料。预设是开启图形线条平滑这个功能，我推荐大家可以关闭，图表会比较好看。可以看到它测量到的空间的温度在二十七到三十二度之间浮动。有了这个感应器的功能和数据，我就可以透过 If 做到复数触发条件来执行某个自动化的功能。举例来说。 当温度二十七度以上，我可以关闭某个灯，而且同时将门窗关闭，再打开某个电器。甚至呢，有一栏它会列出所有具备电池的设备，例如说门窗感应器，它里面是有一颗电池的，就可以看到所有装置的电量。这个也是满足 Power User 的这种对硬体的控制欲很好的一个方法。所以目前我觉得就是 If 的 App 的操作逻辑还有 UI 跟 Apple 的使用直觉跟 Apple User 会喜欢的那种方式还是有点落差。 所以在设定还有学习上需要下一点功夫，但是功能会比 Apple 原生的还要更多。我也希望未来还可以再加入更多更多的功能。透过 if e 的产品生态，我可以在 Apple 上面跨 iPhone、iPad、MacBook、iMac 来控制办公室和居家的智慧家居。那对我来说真的是方便很多。这两个多月用下来，我觉得在工作环境还有家里的生活品质都有变好一点。 这种能用小钱解决的，我觉得相对来说都会是小事了。现在市面上比较多这类产品，还是属于感测器、监测器的部分，比较少有那种可以主动去做动某件事情的。对我希望未来哦，如果有更多的高单价的智慧家电，希望都可以直接加入对 m a t a e r 的支援，这样用苹果还有 Android 生态的使用者，甚至是未来如果 Windows 有没有可能也加入呢？这样就可以减少购买重复功能的产品，只是因为协议不一样。 那使用上也更加便利。影片内容制作不易，邀请您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Enterbox，我是 Enter，我们下期再会。